子收工这么早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，我收工了，好开心。天气好好，好幸福。回家啦，冲冲冲！今天呢也是小翠的生日，所以呢我偷偷的买了一个蛋糕，等一下我就把它喊下来。不管几岁，快乐万岁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现在要把它喊下来，然后给他一个 surprise。小翠，别太爱我。看到他马上下来，我骗他给我闪送个东西。等他一开门的一瞬间，我就点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我们的小翠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快点，点不起来了，我的头疼。你今天不感动，不开心，不快乐，什么意思？这个东西是假的。给我的。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我是腊月初十。你不是跟我说12月18吗？我们下面是12月18，然后上面的话，好了，来了来了，快许愿，我的错，快许愿，不是我生日，你跟我说12月18，我不管，就先庆祝你生日。好。吃黄瓜快乐，你们不懂。祝贺恭喜！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摄影师。请问你来自在哪里？还有15分钟，我的 party 就要结束了。想你。现在是晚上的6:30左右，我现在刚从上海回南京，就是偷偷回来，没有跟外婆外公说，想给他们一个 surprise。其实还挺累的，因为明天就要回北京，就在家待一个晚上。其实也就是上海离家很近嘛，所以就偷偷回来，没跟他们说，怕他们又弄一桌子菜，很麻烦。所以就偷偷回来，然后见面肯定又要骂我了。今天也没有化妆，就特别的素，每次回家都是非常的素。我外公每次都说，电视上和你是一个人吗？怎么总感觉是两个人？笑死。今晚跟小臭猪一起睡觉哦。谁是小臭猪？我不是。谁是小臭猪？我不是。我看这个睡不着怎么办？我看这个睡不着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，小臭猪？臭猪。好丑。你不丑。你能画口红，画抠抠，你就有气色了。你是不是看多了？郭老师。确实啊，口红决定一个人气色，抠抠嘛。预言在，干了什么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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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平安夜，大家记得吃小苹果。苹果呢？在这儿。姐姐送我了一个苹果。好了，我要回家吃鸭血粉丝了。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鹿。今天是平安夜，然后呢，现在又是晚饭时间。今天准备吃鸭血粉丝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。然后之前已经在网上买了5箱了吧，鸭血粉丝5箱，你没有听错。然后前段时间因为现在减肥，所以就没有吃，今天就可以
吃一下，毕竟平安夜自己一个人。开始，现在我先煮了一点水，然后等水开了之后，就下入粉丝，还有调料包，这样就很方便。水开了，我要把包装打开，然后把这些下进去就好了，很方便很方便。然后水也不能放多，放一点点就好。下入鸭血粉丝的精华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辣椒油，点睛之笔就是这个辣椒油，我特意买的。然后我要给大家见识一下，我是多能吃辣。我平时吃鸭血粉丝的是放这么都不够，因为这里面本来就有辣椒油了，所以我还会再放两勺。其实吃辣椒一点都不辣，但也还可以啊。再放一勺柠檬上锅，是不是看上去很诱人？出锅啦！真的很好吃。其实吃拉面或者是什么，我会放就是一个鸡蛋，但是我觉得鸭血粉丝一定要这样。可以边吃饭边看剧，平安夜，你们呢？太棒了，再喝一口汤。再吃个鸭血。救命啊，太好吃了，真的，一口粉丝一口汤。南京话绝版，拜拜，吃饭了。Moments later， 嘿嘿，阿爸阿珍发幸福。今天是圣诞节，我来吃烤肉了，跟谁呢？跟一个傻子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说话好做作。你就是那个傻子。我是傻子可以，但你说话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说话好做作。你别说有了，我吸完了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说话好做作。开心吗？圣诞节跟我一起过。圣诞节送我什么呢？圣诞节送我啥？汤星巴克，星巴克，马伯骞，马伯骞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奶油蛋糕，奶油蛋糕，你，那你总结是不是？奶油蛋糕，不用总结，他就这样，奶油蛋糕，奶油蛋糕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笑了，其实我不是郭门的，我是雪门的。慢选一口哎，呀呀呀呀！就这样，在亲的时候跳，怎么还按头？就按头，让你接受这个世界。啊、我买这个，没有卡。嘎嘎，皮卡皮卡，嘎嘎，皮卡皮卡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怎么了？谢谢你，我看看你吃的啥。你为什么要在这吃这个？因为没油了，我也想吃这个。都被我们吃完了是吗？好，我看上去累。后门真的好舒服，一点都不冷，是不是？
现在是凌晨的1点多钟，然后终于到了澳门的酒店了，准备休息一下就去彩排，今天估计得到个早上了吧。然后今天是12月30号，是出道的第7个月。其实今天在机场看到那么多的，就是那么多人来接机，其实心里面还是蛮开心的，有很多感想。今天的手写信会写给大家的。然后刚刚下飞机的时候，其实还挺开心的，因为感觉这个温度和空气的感觉很像是我去年刚去广州的那个味道，那我还蛮开心的。跨年加油，五大加油 ，fighting， 冲冲冲！现在是凌晨的4点35分。小咪小咪，小咪小咪，我不困，为什么不困？为什么只有一个西瓜汁啊？我好饿，我现在要吃点东西，我真的好饿，我感觉我这刚刚跳精神了。没事，哎呀，他应该刚送过来。还是热的是吗？哇，我可以吃东西了，拜。Cut and show me, show me, 当当啦当，当啦当，当啦当啦，好，我过来，来来来来，哦，真乖呀，哦，不能往上窜啊，好乖好乖。哎，everybody，大家好，刚染完头发，看看我的头发现在断的。然后我的造型老师告诉我，这是你2021年最后一次染头发了。现在才1月，啊，好冷啊！我头发全都断没了。你看现在这边就跟草一样，但是我这头发已经漂了有8、9遍了吧。然后他还送了很多护发产品，染发需谨慎。